在开始来家常菜炒回锅肉。我们首先先来切五花肉，切片就好。这个五花肉呢，你要煮过也可以，不煮也可以。煮过呢，下去炒，下去切，是比较柴，啊，没有煮就比较嫩。好，再来切豆干，豆干切丝。我们来切高丽菜，高丽菜把这个头去掉。然后也不要切太小块，切这样子一块一块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开火，倒油，我们先炒猪肉。我们先放大蒜，放豆干，再去先炒一下。然后呢，放辣豆瓣酱。你就可以放高丽菜了。要放高丽菜呢，把它剥开一下，比较好入味。我们可以用锅盖给它焖一下，把火关小一点。我们假如说要味道重一点的话，就加一点盐巴，不要加太多，一点点调味，提味就好。来，然后呢，把葱放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关火了，就可以盛盘了。好，就今天的拿手好菜，炒回锅肉。我先生也不敢要求说叫我做什么菜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刚结婚，还是才二十几岁，我在家又没有煮过饭，都是去种田。我们是住乡下嘛，都种田嘛。那我都跟爸爸、哥哥他们出去种田，我家里煮饭嘛，都有嫂嫂跟妈妈在煮，所以我就从来就没有碰过锅子。洗过衣服都没有，就结婚以后才慢慢学的。所以我老公是外省人，他也不敢说要求我太多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跟妈妈跟嫂嫂学来的，因为我们乡下那时候很穷，都没有的吃，都是自己煮自己种的菜，像自己种的高丽菜啦、大头菜啦、花野白色的花野菜啦。空心菜啦，地瓜叶啦，这个都很简单嘛，就不用教啊。我们那时候很穷，都三餐都只有吃这个，啊，都吃地瓜饭。嗯，这个是后来，出了社会了，结婚了啊，小孩子大了，出社会啊，到餐厅去吃人家点的菜，所以我吃了，嗯，蛮好吃的，就回家学习做。给小孩子吃。